从任务一开始的地方往下走。绕到后面去。第一本就在这个地方。接着这一关有三个要塞，其中一个呢是那个有遗迹的这个，然后在它的对面这个小山坡上面。第三本野战手册在这个指挥官的后门里面。第四本野战手册会在这个左边这个高塔这边。我们先来爬上去看看吧。一上来就可以看到哦。那这高塔旁边呢，就有这个破掉的建筑物。因为它这个地区一共有两个高塔，那它这边还有个条目，就是你要用近战把那个指挥官干掉。在我们下一本野战手册呢，从这个我们这个高塔下来的这个地方呢，这边有一个放信鸽的地方，然后从这个高塔的另外一头跑进去。然后穿过这个小门。右边进来。就会找到另外一本。